先生，请先生助我。殿下还是来了。先生，父王病逝，奸诈之人扰乱王室，倒行逆施，不遵从父王遗命辅助我，反而擅自立他人为王，晋国无道，鄙视威仪，以下犯上，前攻打我，请先生助我。 昔日，为师授课于你与诸王，希望你们能领悟大道。然，敌兵相近，请殿下速速撤退。再谈。诺。殿下此去，必惹得诸侯争斗，天下大乱。 殿下三思啊，先生，不必再劝我。你愿随我前往楚国，待学生复国之时，您便为太师。到那时，天下清平，再不需纷争。老旦恕难从命。难道先生要弃我不顾，反而协助乱臣贼子吗？ 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柔弱必胜刚强。我谁也不助。先生，意欲何为呀？辞官离朝。先生。 请在。殿下，敌军已经杀到，再不走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既如此，多说无益。先生，保重！来人呐，把先王典籍全部带走。东周末年，周王朝王子争权。景王死后，长子王子昭与弟王子猛兵戎相见，之后兵败，盗掠周朝典籍逃走。老子身为周朝守藏史官，受到牵连，被迫辞官，之后云游西去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 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大人。 当然，王子争权，新王继位，然政法不通，诸侯纷争，还是大夫您早有预见，保证函谷关守个清净。我算什么大夫啊？小小的官令我都当不好啊，何谈大夫？林康啊。 你说如今这天下的圣人都在何处啊？好，大人，王土之上纷争不治，世人都妄称自己是圣人，然放眼天下，大人您才是真正的圣人啊！嗯，区区官令何谈圣人呐？ 先生，前面就是函谷关了。嗯。林康啊，我让你们整顿官位封肃一事，您办得怎么样了？大人放心，小的已派校尉于峰前去巡查。啊，大人，众人都在议论，不知大人您的用意？前几日，我观紫气东来，我料定，定有圣人到我函谷关来呀。圣人？哎呀，林康啊，大人，那守藏室的老旦。 博览群书，僧道天机，藏而不露，高深莫测呀。听说此人已经辞去官职，云游四方。哎呀，不知本官可否有良缘跟他见上一面呐？好，大人，在下也没见过老丹，但只知可能是一个饱览群书之人，也并非。 有什么真才实学？诧异呀！罗伯的孔丘曾经向老旦问道：“回去以后，在学生面前对其赞不绝口啊，可见此人学识高深之处啊。”当然，这也是仅有传闻而已，世人并未见其有。 一字著述啊，所以呀，这正是我们这些欲知大道之人的遗憾之处啊！啊，大人放心，在下若见到老丹，一定替大人向他讨来大道学问。另外，大人好了好了，你先下去吧啊！诺。 走吧。 过来，停，检查，走。站住！老头，站住！ 走吧。今日起，不准在任何地方摆放货摊，违者严惩不贷。这位军爷，官令大人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在规定范围内摆摊，没说不能摆啊。那是告示上这么说，我是奉宁康大人口令，关内任何通道、任何街道。 不准摆放货摊，可我们在这关内摆摊卖货十几年了。那军爷您这一声令下，让我们收摊儿，那你还让我活不活了？大胆！你竟敢公然抗令，煽动众人闹事！来人，诺！货物没收，拿去充公。哎呀！ 哎呀，各位军爷啊！哎呀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！这点东西可是我们一家老小活命的本钱呐！你们想造反吗？啊！拿下！哎呀，哎呀，军爷！哎呀，军爷啊，军爷不能！乾坤朗朗。 光天化日竟强抢百姓，是哪家之理啊？你这老头，少管闲事。我们官令大人有令，整肃民风，迎接圣人。天底下哪有给百姓带来灾祸的圣人？ 你家大人可是爱民的好官。废话，我家大人德行高雅，体恤百姓。好官，好官还抢百姓们的东西！住嘴！岂用你小儿插嘴？民以食为天，交易之中受益者众。你家大人既为爱民的好官，为何要如此驱赶呢？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。得让人吃饱肚子有活路。是啊，你们又是凭何法令来罚没百姓财物啊？是啊，说得好啊，顺应民意，这才为老百姓着想啊！你这老头，竟然给我绕圈子！待我向大人禀明之后，再与你计较。走。 跟上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看什么看？跟上，走，快！这些押解的女子身犯何罪啊？老张是刚进关的吧？这是官府的新法令，凌晨歌妓呀，不得在关内唱演外朝琴曲。 据说他们女子呢是秦地来的，今天呢要逐出城去了。嗯。跟上，快，跟上，快点，快，走了，我的钱，快点，我的钱。 我的钱，我的钱！今天离去还有几百里之远，你要把我们姐妹赶出关外，往哪去？戴罪之人，你说我呢？我们在城内一无犯法，二不扰民，何罪之有？ 王土之上，你竟敢撒野！再行不轨，通通当斩！把我们赶到荒野不毛之地，便是害我们的性命了，还用得着军爷的剑吗？你这泼妇，看来大限已到！啊！这是哪来的狂野女子？敢与大王为剧中抗令！来啊，统统绑了，推出城去，斩！诺。你为何要将我姐妹赶尽杀绝？先生，快救救他们吧！如此出关，必然送命啊！他们屠杀无辜百姓，定遭天谴！走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报此仇！姐姐。 且慢！哎，你这老头，你想这位女子身犯何罪啊？此女子不服皇法，自然是有罪之人。那这位断气的青衣女子也犯了死罪？藐视官员，自寻死路，何况是她自己撞在剑上的，活该。 啊！视民之命如草芥，对孱弱女子刀剑相加，于心何忍呐？大人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老头儿。啊，那又怎样？在下依令行事，违者先斩后奏。嗯，请问这又是依据大周的哪条法令啊？大人的号令。 就是王法号令，王土之上不可信口雌黄。我大周断无此法令。倘若滥杀无辜，必是自毁基业，罪孽深重啊！大人的军令，谁敢不从？你的即刻将他们推出去，若有不从，与犯人同罪，押出去。走，先生。 快救救他们啊！无子出关，必然送命啊！先生，救救我们！走，先生，救救我们！住手！哎，你这老头，你自找死路！上面可是要你们驱逐外人。废话，可是有人命你们诛杀秦人。函谷关乃中原联秦之雄关要冲，这些秦国女子来到中原王土，理当礼遇。若无端杀之，秦王必会开罪于周王室。一旦惹起兵戈，谁能当其此责呀？是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对。丹丹。 老头儿听好，这些女子的人头暂且记一下，并非是因为你求的情，乃是为我家大人，以免伤了秦国的和气。来啊，将这些女子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诺。走。小二，水。老丈人，我们客栈的马夫以前也是个庄户人，您的牛就交给他照料吧。哦，有劳了。先生，那我过会儿就去牵牛。 那我这就给二位准备客房。店家，我家先生较轻，馆驿内人来人往，怕是太嘈杂了些，可否有清静些的客房？看先生气度非凡，像是从都城来的吧？我东面后山倒有一处闲静的宅子。 竹树环绕，甚为幽静，先生一定满意。哦吼，多谢了。这是哪位啊？这位可是都城来的老丹先生。老朽便是。先生，吾虽为王子，天命不可测，半生徒劳，一朝梦灭，祸及万民，却仍不得发，怪天道如此，刀兵热血，终不得解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哥看一下吧，新到的货。店家，可否借白简笔墨一用？ 好，小二，白简笔墨伺候。快给信使安排饭食。凡天下事，虚实相成。小到车辆器皿，大到天下国事，虚空乃是其实用之处。人身中的一点虚灵不昧，更是无穷妙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劳了。老丈客气了。嗯，这牛陪我走了许多路，仿佛也累了。老丈这牛真是头好牛啊，腿脚有力。我把它刷洗干净了，老丈在这住几日，它也算是休息了。好，好，好。 你让查的那位关外老者已经查清楚了。哦，他长得什么样啊？听路边的百姓说，是位白发白须的老者。白发白须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大人，那是谁啊？好啊，神人终于到我函谷关来了。是他。哎，他住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城东后山的宅子里。 来人，备马，更衣。那这，是人，是人。 函谷关官令迎袭叩见圣人，姗姗来迟，多有得罪呀！大人误会了，这里哪有什么圣人？哎，圣人，前日我观紫气东来，料定定有圣人到我函谷关来呀，只是不知圣人如此打扮，险些错过呀。官令错认了，我乃种地农夫，不是什么圣人。哎，圣人。 虽然本官曾未相见，但是我敢断定，您就是走长史的老聃。倘若不是，本官愿意挖出双眼。官令请起。我有一事相求，你若办到，我就是老聃。 先生，请讲。先前有几位秦地歌女将被逐出关外，兵士们说这是奉了官令大人之命行事。或许他们现在还在关押之中，若能还其自由，也算是积德行善吧。哦，竟有此事！林康，大人。 兴许是那些军士听错了命令，我这就去查。不必了，你速速前去，放出那几位姑娘，好生款待。诺。先生。官令请，请。 把门打开。诺。官令大人有令，请各位姑娘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若又要问罪，就免了。反正我们也不在这关内。绝非问罪，在下之前多有冒犯各位姑娘，还望各位姑娘海涵。官令大人特令我等请各位姑娘回城。 再也不需出城了。老天有眼，终于保我们姐妹平安了。姑娘们，请吧。走，姐姐，我们走，走。哎呀，先生。 如今王子之间相互争夺，扰的是四邻不和呀。二先生辞官云游，实乃是明哲保身之举呀！一介农夫与朝奢，很明哲。先生过谦了，先生通古博今，人人得知啊。要说当今的圣人，那非先生莫属啊。不为官，不传道，何为圣人？ 先生啊，如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先来我观林府小住几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静心修书啊。我已经派下人把它打扫干净了，明日你就可以搬过去。老朽闲散，不适合高堂雅舍，也无书可著，观林费心了。 哦，先生，您看需要什么杂物之类的，夏文牝派人马上给你送来呀。老朽游方无甚讲究，倒是官令大人戍守关中，辛苦了，不如早些回去歇着吧。下次再来。外面寒凉，进来吧。小女叩谢先生救命之恩。无需多礼，起来，起来。 姑娘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自幼没有见过父母，在官府为歌妓，没有名字。无名，万物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你就叫玄明吧。 谢谢先生赐名。先生不仅救了我的性命，还赐我名字，对我恩重如山。小女该如何报答先生？无需报答。你是唐南来的吧？先生果然明察。小女的主人因为惹怒了王子。 而被全书抄斩，我就和几个姐妹拼死逃了出来，一路卖艺到关内。哦，你可识得字？小女识字，也能写字。哦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啊，小明，若无去处，就暂且住在这院中。老朽已老眼昏花，你替我抄写些字去。托先生的福，我那些姐妹已经在关内谋生了。如今先生肯收留我，便是再生之德。玄明愿为先生效犬马之劳。哎，起来，起来啊！玄明啊，你虽出身卑微，但却心境至坚，不畏强权。玄明啊，难得呀！哦，这块玉乃是老朽心爱之物，哎，我把它赠给玄明了。嗯，不能，先生，这玉太贵重了，我不敢收。哎，嘿嘿嘿，你品格如玉，配得上它的。 你说的真的属实吗？句句属实，大人，小的听得真真切切。你们干的好事儿啊！我本来让你们针对关内风俗，是为了迎接圣人，现在倒好，不但惹得民怨。 还让老邓先生误解。你说，我该如何向老邓先生解释啊？啊！大人，这老邓也太不给你颜面了，依在下之意，就将他逐出关外。胡扯！这么多年。 我辞去爵位，辞去名禄，苦苦在这函谷关，苦苦等了这么多年，我为了什么呀？啊，不就是为了等待圣人出现，求得大道真理吗？可是，现在圣人就在眼前，可我却……大人，那老旦让那个女子替他抄写字据。 那之后必定会有言语相传，容在下仔细打探，您就会知道了。也只好如此了。不过这次，你们可不能再失去礼节啊！诺。谢谢玄明姐姐。请问小哥，老丹先生可在？你什么事啊？在下林康，受官令大人之托前来拜见先生。见先生有何事啊？啊。 大人命尔等送来90与日用之物，还望先生笑纳。啊，先生，嗯，为何喧闹？哦，小的受大人之托前来探望先生。嗯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大人好意，老朽心领了。这些东西。 暂且收下。多谢。哎，先生，还有何事？先生大名如雷贯耳，小的崇敬之至，今特献宝物一件，还望先生笑纳。哼哼哼哼哼哼。 真是难得的宝物啊，在你是宝，与我何用？拿回去自己把玩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姑娘！哟，老伯，您来了。我来看看先生对寒舍是否满意。满意，满意，先生呐，可满意了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不打扰了，先生生活上有什么要求，请敬请吩咐。老伯，您来的正好。先生说了，近来有人给他送信，您消息灵便，若得到书信，请立即送来。另外，对信使也请好生招待。放心，请姑娘放心，我这就回客栈。信一到，我马上送来。谢谢老伯。不客气。大人。啊，刚才那女子跟你说些什么呀？没说什么。 大人，这老丹好像在等什么书信，近日信使就要停官了。信使啊，有书信就有回信，有回信就有言语，有言语就能看到老丹的大道之明的意。 怎么才能拿到老丹的书信呢？啊，这个大人放心，在下一定让您看到老丹的亲笔手书。这谈何容易呀！我们总不能去老丹手里去抢吧？这也太失礼节了吧！哎，大人，你可舍得用一样东西去换？只要能得到老丹的大道真迹，别说是东西。 本官的性命都舍得。好，大人，就请您将珍藏的琴借来一用。琴？就这么走了？嫣儿，救救我！ 救救我吧！啊啊！姑娘，先生不在，你出去吧。啊，在下并非找先生。姑娘，可否容在下说几句话？找我有什么事？这个还请您打开。这是。 您打开。那日姑娘受了惊吓，还有几个无知的士兵毁坏了你的琴。官令大人得知此事，后悔之至，故特令小的将他珍藏之琴送与姑娘。 他人之物，我不能收。他人也好，自己也罢，这毕竟是大人的一番心意啊！啊，明晚大人有请老丹先生与姑娘一同赴宴。在下素知姑娘精通音律，届时还请姑娘献上一曲。告辞了。 上等酒店啊！哟，姑娘，你敢见吧？你看一下，我这都是上等宝剑啊！有短剑吗？有。用这玉环。 姑娘，我活大半辈子也见过些武将，这玉佩可是上古传世之物啊。老丈，既然出手，毫无悔意。好，我给你拿一把好剑。姑娘，你看这把。 怎么样？姑娘，这把剑我说不好出于何时，但是非常锋利，凡肉体之躯戳刺即透，伤口难以愈合，仿佛你要换的剑有点不配，你还换吗？ 就这么走了？小明，先生，小明啊，哎，先生，口渴，倒碗水。先生，碗里有水。叫你倒。碗里的水是满的，再倒。 就漫出来了。倒。哟。哎呀。 小明，这碗里可多装水了吗？没有。宛如人心，装满人便容不下恨。若虚怀无物。 连天下也装下了。玄明记下了。这个，接。诸位，我迎喜。 仰慕先生已久啊，只因函谷关离都城太远，不能相见，实为遗憾呐、啊。乃至今日喜从天降，函谷关迎来圣人，实乃我等幸事啊！啊！前日手下有眼不识泰山。多有得罪，因此今天本官略备薄酒，以表歉意，请先生干了这一杯。哎呀，老朽愧受厚爱，可惜平生不爱饮酒，只喝清水。不会吧？就是，这先生，您这样似乎太不给我家主公面子了吧？ 天地万物，道为大。你若是有礼数，何不多敬你们家大人几杯才是正理啊？你，哎，休得无礼！来人，取点水来。啊，对，要喝水。怎么？他怎么？先生，那本官就陪你共同饮水。来。诸位，那本官就以水代酒，共同敬圣人一杯。来，请，好。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先生啊！ 这函谷关不比都城啊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还望先生海涵呐！啊，老朽不才，何来许多讲究？官令费心喽！哎呀，先生在朝为官，博学多才，可为何没有弟子学生相传呐？ 老朽碌碌无为，无以传道。哎，先人过谦了。先生的才学，世人皆知啊，尹喜更是仰慕已久啊。哎，不知尹喜可否有缘做先生的弟子呢？官令错爱。 老朽平生无为，不为官，不图志。哎，这府内空空，官令若是体恤老朽，还是尽早尝尝这盘中的美味吧。好，也好，也好。先生请，好，诸位请。啊，先生。 小的知您颇通音律，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曲，请您品鉴。王大人，先前未曾见过。 竟然有如此之美的女子！这女子长得真漂亮呀！是啊，是啊。美食虽然诱人，但终使人丧志；琴声虽然优美，却似有一丝不纯不和之意。啊！这啊，先生，看来此曲不合您的心意，这情也非顺手，容在下替您换一曲，如何？哎，大人处心积虑，却断了弦，扰了心，何必呢？你，哎，休得无礼！ 事你都办不好，哦，哈哈，老聃已尽雅兴，先行告辞。先生，先生，大人，大人，这是他，都给我下去！ 大人，你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滚！诺。玉峰，我要你替我做件事儿。大人，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那进了关的老聃，我要他再也出不了关。您是要……嗯，就在今晚。大人，可这官令对这老聃……玉峰。 3年前，你杀人越货，犯了命案，是我容留了你，才有你今日的逍遥自在。大人的恩情，我玉峰铭记于心。今日便是你知恩图报之时。您说动手，我便动手，绝不含糊。麻利点儿。诺。 天凉了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天凉了，变天了。哎呀，老聃先生穿的那么单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去取点新衣服来。诺。 哎呀呀，辛劳辛劳！哎呀，先生来了！哎，多日来麻烦你照顾老牛、老朽，谢过了。哎呀哎呀，先生这是哪里话？嗯，分内之事，谢我啥呀？啊！哎，这是官令大人的好酒，老夫从来不饮酒。哦，今晚让玄明做了几个小菜。 老夫请你饮几杯。好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果然。别杀！啊！接手！大人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！他胆的狂徒，竟敢对先人下如此毒手，还不快快受死！且慢！他，由他去吧。 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老大人是我的尊师，是我的贵客，此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是，大人说的是。我教你们整顿关内的风俗，不但没有任何的起色，反而关得更加的凌乱了。大人，您这说哪的话？ 关内现在确实清静了许久。哦，大人，近来天气干燥，您就不要大动肝火了。你不用再说了，这件事情由你亲自去查。另外，速速派人守住医馆，保护老旦的安全。如果这次再出什么差错，拿你是问。诺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大人，您早点休息吧。告退。 谁？我。大人，小人真的不知道。我都知道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就再给小人一次机会吧。小人知错了，大人。好了，我知道你。 办事都一下火老高，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官令，大人。可是我的那把剑呢？剑。二位辛苦了啊！大人哪里话，让您受惊了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这里不需要护卫。这，劳烦你将它交给关令大人。嗯。姐姐，这汤要凉了，你喝了吧。玄明，先生啊！哦，别动。 先生，哎，伤势如何？郎中的药见效吧？只是皮肉之伤，并无大碍了。哦，好。嗯。先生。啊。是玄明不好，对不住先生。嘘。 你替老朽挡了一箭，我反倒欠了你的。善人善己，好自为之。啊？嗯。当然。 当然，不是派你们去老旦处值守吗？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当然，老旦先生把我们赶了回来，他不让我们在那里值守了，还让属下把这个交给你。打开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 把剑给我。林卡，果然是你，坏我大事啊！来人，立刻把林康打入死牢。诺。等等，你取些散碎银两来，送给林康。你告诉他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好自为之。当然。另外，你让他即刻离开函谷关，我永远不想再见他。诺。 这是关联大人给你的盘缠，他让我转告你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迎喜月拜先生为师，尊师守规，潜行修学，以求大道。先生，天下之大，大不过九州之滨；天命之不可测。 则身如大海红玉，虽为王子，也未能窥探一斑。想来人如蝼蚁，徒存虚妄之念，却只落得一生凋零。殿下。 大道深奥玄妙，非体悟修身者不可察。王子与庶民无异，汝能恭敬为人，寡欲为客，便能心胸旷达，处变不惊。官令大人他，先生，您还能否原谅他？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弗得已。 上人去甚去奢去泰，先生，盈喜仰慕先生已久，而此次先生来到函谷关，吾辈能亲临先生教诲，实为幸事。 先生不知啊，如今天下，诸国盛传先生言语，均称是先生的真言，其中不乏矛盾之处啊。所以，还望先生在此为天下多留几句住宿，以堪谬误。先生。 请告知官令，带笔墨来。诺。大人，借我！卖草鞋啦！天地万物之极。 至静至虚，人心之七情滋妄，忘本逐末。宇宙万物纷繁杂复，但终究也会归于此样的本初。若追逐名利，必然流于欲海，迷于幻妄。官令正值壮年，应当有机会为天下人效力。老夫有几言相赠。先生教诲，弟子将铭记心中。只是，吾希望先生收我为弟子，否则我将终生遗憾呐。 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其以为和。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 治大国若烹小鲜，其鬼不神；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以道弃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；非其神不伤民，圣人亦不伤民。夫两不相伤，故。 得交归焉。先生，您言上善如水，可是人若如水一般，岂不散了无形，失了魂魄吗？地无人推而自行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，自然而然，顺天应人。上善若水。 水柔若无形，却净污垢洗焦土，一泻千里，从不争上，谓之德行啊！可学生依然以为，治理天下应怀仁者之心，如大山一般，方可定夺乾坤。如果如水一般的柔弱，那岂不是？水柔顺而处下，绵绵不绝却能攻坚克坚，莫之能胜。智慧之人，能因势利导而不迂滞。这是不是也是水的德行啊？ 殿下为社稷筹谋，实为人君；为权宜筹谋，则是大局。殿下若存意为天下，先生，天若连轴。 为何我心中如此纷扰杂乱？两鬓斑白，夜不能寐。万物安在，却没有我容身之地。宏图抱负，却已心死。近来还有新事入关？没有，要有一定会知会先生的。敢问先生是何人让先生如此牵挂呀？老夫的一个故人吧。等等，这玉好生收着。 姐姐，哎，这琴声仿佛已悦耳了许多啊。先生，我刚把这琴弦调好，也不知……这琴声听来有善意，已不似先前喽。其实学明一直想为先生再奏一曲，可是这音色大不如从前了，不知先生。 可有雅兴？大道真理，因物顺物，世间万物千姿百态，真理却如无为无造一般。天道运行四时程序，这规律一清二楚，却一言不发。万物皆如此。姑娘的琴声，与老朽心中自是。 奏完一曲喽！先生，大人可是在观我抚琴？是啊，先生父亲不堪吾者，闭目抚琴，却能使琴声和舞者二者合一。这是为何呀？天地大道浑然一体，修为之人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贱。 不可得而贵，故为天下贵。先生，刚才你的言语，学生我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字字珠玑。 学生以为，这些言语如果不被世人所言诵，实为憾事啊。先生，可否有学生传于各邦，让他们参研体悟，成为治国之真言呐？老朽之言只是一己之体悟，尚多不完善之处。 通篇阐释道德二义，阴阳和合，无极动而生太极，太极静而归无极。天下万物不离其宗，终究归于虚。你能体会几分，也算我的知己。这书简。 或留或弃，但求存于人心。书简就先交玄冥保存吧。诺。先生，您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？你来了，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在此留住多日，该是时候出关了吧？这，先生，你这是为何呀？您不是说？ 已经抛弃一切人间的凡事儿，为何不多住几日呢？况且弟子我知你好意，只是时至今日，老朽仍有一些道理没有参透。出关西行，想再体悟一番。可是，哎，我觉得你已悟出了一些东西。你看。 已经不会惊吓到鱼喽。姐姐，我随先生不日就要离开了，要何处去？ 还是西去，兴许是姐姐的家乡了。是呀，可是天下之大，却无安身之处。姐姐，倒不如你随我们一起走吧。先生，你解我心结，便是再生之德。我又怎能拖累先生呢？ 姐姐，姐姐，这些竹简送往何处呀？先生没有明示，我那些姐妹都各奔东西了。我就随他们而去吧。先生的住宿，也就随我往他乡去。这样啊，那…… 先生，先生，走了，真走了。大人。 人生且长且短，可见可不见。因喜有所悟，自然己于天下。若有缘，必相见。大人，这……大人。 姑娘，先生可否走了？走了。也没能给先生道个别呀。先生说您还有书简要交给我。对，就在我府中，我会派人给姑娘送去的。先生可否说，这书简留着何用啊？没有。那他有什么嘱咐我吗？ 未曾。不知将来可否有缘再给先生见上一面呢？民女先告退。大人，既然你这么牵挂先生，为何不随先生西去呢？ 先生西去，对呀。王大人。 这官令大人找我们来，究竟有何事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这王大人，官令大人何时才能回来？究竟是不知道。大人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李长，去拿笔墨，拿竹简来。 这是我写给朝廷的推荐书，你把它收好。大人，这这怎么能行呢？这函谷关，我就拜托王大人您了。这各位大人，英喜以往有什么得罪之处，今日在这儿，我向各位赔礼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英喜我。 寻觅半生，今日终得大道真理。今日我就要随师父而去了，在这里，英喜向各位拜别了。大人，大人呐！大人，请。英喜我去了。大人！英喜。 拜老子为师，后辞官随老子西游。此后，潜心研读《道德经》，之后视其玄理，著有《观音子九篇》，高深博大，深得历代文人所崇拜。中国古代哲学名著《道德经》是由他承传并推广于世，因喜也被后人尊为中国古代的。 先贤名士，先生，你看，月老跟着我们一起走的。是啊，日月轮回各有其用。白天，太阳照耀万物生长，月亮可以给我们照路啊。先生，离异馆越来越远了，我们回去歇息吧。嗯，好。喂。嗯。先生。嗯。那边有很多人。什么人？休得无礼！退下！殿下，先生，殿下，先生，真没想到能在此地见到殿下。兵败后，暂且躲避于此。 先生，先生别来无恙啊！来，走。殿下漂泊许久，受苦了。 我本意顺应天道，却屡遭坎坷失败，这是为何？先生教我。殿下如今仍然是满腔怨愤，耿耿于怀呀！为争权夺位之私欲，不仅祸及自己。 更使天下动荡，百姓颠沛流离。殿下良心何安呐？我，君为王权，与天下苍生性命，孰轻孰重？如今，殿下该是取舍了。 先生所言，我明白了。我自出宫以来，便是天下罪人。李先生所讲之大道，仿佛越发遥远了。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贪心，就。莫大于欲得。欲望越大，痛苦越深。权力之欲害了殿下呀！ 先生说得好啊！听了先生的话，好似无为，却又在以王道，痛快，痛快呀！先生，先生出关是要去往哪里啊？云游天下，不知所终。2天了，先生到此，莫非是观赏风景来了？ 不，我在等一个人。等人？先生，出关的都赶早往西去了，这会还哪有人啊？自然是有缘人。有缘人。听，来了。哦 老子离开函谷关云游西去，他在函谷关撰写完成，并由官命尹喜沿袭传承的。 正是世界哲学史和文化史上光耀千古的伟大著作《道德经》。这部著作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老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，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崇。